好天气，疫情却如影随形。布利桃园医院群聚感染，接触者足迹来到台北101大楼。19号确诊的案864，他的接触者也就在101里头工作。目前相关楼层已经进行消毒，相关人员也框列自主健康管理。他应该是16号、17号的时候有接触了，所以目前已经居家隔离，采检阴性哦。这名接触者在101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。公司声明表示，他是案864的亲戚，两人短暂接触，18号进公司上班，当天接获框列通知，该楼层立刻消毒，10名同事自主健康管理。19、20号，其他楼层也展开消毒作业。昨天都有在消毒，对，有接到新闻之后，整层都有在消毒。有消息在传啊，然后后来公司有说明啊，叫我们说搭电梯的时候要避开那个比较拥挤的时刻啊，就请大家自己要注意，就这样。大楼里人来人往，员工餐厅更排着长长队伍，人潮密集就担心引起恐慌。他也不算是确诊者了，所以大家就是小心就好，但是就不要太惊慌。101外墙亮起灯光，写下对前线医护的感谢。101表示，疫情至今都落实最高标准防疫，期盼全台一起挺过这次难关。戴秀穗、陈科信智台北报道。